面有做内里给大家，然后下摆有没有看到它有点就是透微透微透，里面自己加一个安全裤还是短裤都可以即可。下摆就像我刚刚讲，小裙摆的位置很重要，它刚好是在这个支下，所以从这边才开始散摆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它这边是有没有横条皱皱布，直条立体蕾丝，都是软料的雪纺材质，小亨利领手的位置都是透肤透纱的。超级美，身宽这么宽，只是说它没有再更大的弹性了。布料本身没弹性，但是我觉得整件不小件。但绑带一样会送给大家，没关系，你们要用就用，不用就不用，这样子也可以出门。然后它整个就是真的非常轻飘舒服，像 GG 163，它的长度就是刚好在我的膝盖上，它不会太短。但是如果这件白色大家喜欢的话，我建议你一定要搭一个肤色或是浅色的内搭裤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带一点项链或是一些耳环首饰去配件的话，整个气质质感都是蛮加分的。